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冰沙。之前呢有收到很多留言，都是叫我做开箱影片，所以呢今天我就是要做开箱影片啦。今天要开箱的是这一个自己制作巧克力的，我要怎么叫它嘞？玩具吗？模型，对。所以它的感觉上应该非常简单，所以我就第一个影片就先 try 它咯。我们现在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掉出来了，还有这一个很可爱的模子，蛋糕形状的爱心、兔子等等的。然后这一个应该是这是干嘛的？哦，这是插在巧克力上面可以做巧克力棒的。然后这一个是糖球吗？还有三只巧克力，要把这三只加热，就是我刚刚准备好的热水啊，好像已经凉掉了，因为这里空调很冷，应该还可以，应该可以了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就是要加热了。在这个加热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干嘛呢？好啦，现在应该已经加热完毕了吧，就我猜的，应该软软的应该就可以了吧。哦，还没有，还有粉红色的还没软，这个巧克力色的已经软，更快啊，为什么那么慢？我都一直看上面的画面，都没有看镜头对着。好啦，现在巧克力酱已经完成啦，已经加热完毕了。我现在忽然间好佩服那些在这种角度拍影片的人，因为如果你们现在看到我的 pose 的话，一定觉得我非常搞笑。这个角度是到底怎么拍的？平时大家都是这么奇怪的 pose。所以这个是加热好的巧克力酱，现在就是把它剪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来了，不能直接掰开，我现在忽然发现我衣服沾到脏东西了。好啦，所以现在就是自由发挥的时候啦。其实我觉得它的巧克力可能会不够，它巧克力好少。我要加一点糖球进去，然后我们来做三层的吧，好像那个糖球有点不均匀，好丑啊，随便了，
啊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好像是我洞口剪的太小了吗？还是它还没有融化吗？这个还没有融化，不行，这失败了，它还没有完全融化，怎么办嘞？啊，没办法，只好再多加热一下。好吧，事实证明了，巧克力很快，很快它就变硬了。是因为我开着空调吗？所以大家，我第一次做这样简单的事情，居然！啊，我好无言啊！我好无言啊！好无言啊！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。在巧克力已经重新加热完毕，区区的三条巧克力，就把我搞得要死。所以这个刚刚做出来的也失败了，因为它已经硬掉了。讨厌！好好吃，失败是成功之母。我别人要做成功的。为了让你们看得到。我的桌子已经是满满的巧克力了，各位，我做一个巧克力怎么就做那么失败呢？我觉得巧克力会被我弄到不够用，我希望这次能够成功。我妈如果在家的话应该把我骂死，把家里弄得那么脏，把桌子弄得都是巧克力，还是很硬，我已经加热过了，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硬呢？我觉得巧克力完全不够了，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简单，做起来却那么的难？巧克力，巧克力，你为什么那么复杂？好吧，你们知道我这种症状叫什么吗？叫做手残。这就叫做手残。明明那么容易，它上面还写着三岁以上。我确定我三岁以上啊！我确定我有三岁啊，不可能做不出来的、啊。我真的好心累啊！各位宝宝好心累啊！我觉得它的巧克力是不够的，是不够填满那么多的，所以我就选了几个比较可爱的来做。啊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真的很难。应该非常简单，应该非常简单。为了让你们看得到，我的桌子已经是满满的巧克力了，各位，我做一个巧克力怎么就做那么失败呢？好啦，在巧克力已经成功的放入模型里面了，现在就是要放进冰箱给它凝固。这是狼狈巧克力，狼狈巧克力，超乱！现在这里超乱，然后我满手都是巧克力。好了，现在巧克力已经
成功的凝固了，现在我们就是要帮它脱模啦。好了，这就是脱模之后的巧克力。各位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个赞，还有记得 subscribe 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